萨卡亚米那因信说是，今年因信卡萨玛那用心说口，看有没那个记得说口。汝若欲了知啊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由心造。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啊，诸位必当回归自性，成就自我本佛。弥陀圣号是本佛的外向号，弥陀圣号是巧明案例，他与自性无二无别。当诸位在口念弥陀、心系弥陀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那就是你的本心，一切皆是由你的本心所幻化。固然理解到此，便歇心于外。阿弥陀佛，弥勒耶娑。